拍，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街拍。那可以一起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拍。非常好，要分开拍一下吗？没关系。好，我在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先看一看。对。看什么？社交媒体吗？看一下那个视频。视频啊，视频剪出来很麻烦的。我给你看一下我以前拍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点开看一下。就把过程和照片剪在一起。OK， 主打一个关注。对，然后照片在后面。照片在后面。可以吗？怎么称呼你？Heidi。Heidi。我叫徐旭东。你好。怎么称呼你 ？Chelsea。Chelsea。对。我叫徐旭东。耽误你们时间了。不不不，没事。拜拜。